你看，从医院出来，从回到医院，然后来献血，帮助大家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回来的时候，你自己也知道，都在，一直我走，怎么干？一直自己，身体在浑身。哎，咱把房屋租了，你说一说，你看我是需要的。我们天天在一起有联系，开玩笑，我们在一块搏命，一起玩命的，这种感情，不是一般的人。 说句开玩笑的话，倒是经历过生死的，就是血管比较细，就是达不到我们的这个献血的这个真的这个粗度，超沮丧的好不好？我你想我准备这么长时间，结果没想到是因为自己血管太细了，那时候自己现在心情是什么样子，无法接受。 我们这个已经联系了，大概有这个有200多个火神山医院和这个湖北省妇幼保健院、光谷院区出院的这个献血者，很多这几天都要过来为了这个捐献自己的血浆救助病人。嗯，现在比如说符合年龄的，18到55岁的，至少20%都愿意，20%到30%都愿意捐献，量现在不够，血量还比较大，那个这么多重症、危重症。 我们的危重症现在2000多病例，重症现在湖北省6000-7000，这个使用量，那么缺口还是比较大的。我就是希望好的这些人，希望他们能够尽量多的来捐血，因为每一个人可以捐血，你救的这个，然后你传递下去，他被治好了，他也会来，一个一个这样传下去，不就好了吗？